一步，接一步，祖儿的每一步都留低伤心的脚印。就算有情人相伴，都走不出悲痛的情绪，因为祖儿啱啱失去了一位并肩作战的挚友。报告观众，祖儿前日的心情阴。17年战友逝世，祖儿师兄互相解慰。他是我最喜欢的化妆师，我一出道第一个 MV 未知，命运巧妙地就将我交给他。就这样由2003年开始，我们就合作无间。这么多年来，每一次观众赞我越来越靓，都是他的功劳来的。祖儿口中的他叫 Aris， 是同祖儿并肩作战17年的化妆师。前日 Aris 不敌癌魔折磨逝世，令祖儿伤心欲绝，晏昼在 Facebook 度 po 文悼念。咁啱 Aris 的老公 Donny 就是师兄的前经理人 ，Donny 结婚，师兄都有做兄弟噶。多得你在世间，竟挑选我。520呢首歌都是师兄送给 Aris 和 Donny 的礼物。据知 Aris 之前曾经中风，去年还不幸患癌。Donny 当时向公司辞职，专心照顾老婆，可惜 Aris 最后都是不敌癌魔离世。Donny 前日都在网上悼念亡妻，说 Aris 离开当日是自己最痛苦的时候，虽然未能够同他白头到老，但相信下一世一定可以再做夫妻啊。除了祖儿， Fiona 和 Carrie 都有 po 文悼念 Aris， 愿 Aris 一路好走。